沃特普萨这座寺庙是1336年至1385年间在芒雷德斯蒂尼统治时期建造的寺庙之一，这座寺庙的历史名称未知。宝塔双关的名字是一千，而骚指的是卢子河，或骚骚也指具有千竿的大寺庙。目前沃特普萨是一个等待在马拉杰纳空清迈医院接受治疗的僧侣的地方。